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时局精解》，我是段荣。今天呢，继续为大家讲解啊，来自未来的棋谱——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。那么今天讲的是第十四局。在前十三局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阿尔法他的左右互搏自战对局，他的都是非常精彩的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学习阿老师的这个武功秘籍。小木，黑棋呢那个错小木啊，白棋二连星，大飞手脚。高挂，黑棋这时候并没有选择，就是在他们自战对局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脱退定式啊，而是这儿挂一下，白棋也并没有跟着硬，脱先脱在这里。这个不知道它必然性在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黑棋一定要挂那个？要先挂一下啊？白棋为什么又脱先了？或者也就是走哪胜率都差不多，随便走走试一试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也许呢也有某种关联啊，比方说白的硬一个，黑棋选择什么跟挂一下，是不是引到针了啊？选择什么跟针子有关联的一些招法？这个我们也不好，很难猜测，真正的意图只能问阿尔法狗了。脱，那么黑棋双飞燕，各走各的，白棋靠压，黑棋脱，这个双飞燕靠压之后的局面，黑棋这个脱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在十四局当中应该是第二次出现了。脱在这里，白棋同样选择的是扳脚的，这个挖呢，看来挖这种下法，阿尔法狗看来是不怎么看得上。确实黑棋这棋形不错啊，白棋走完之后，这圈搞不好要成为单关。所以他搬黑棋接上，白棋接住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可以说定式的下法。那么下一步黑棋如果在这一带拆的话，那白棋照过来，白棋这一照，黑棋这个子总是有点苦。那么下一手棋啊，下一手棋黑棋的选择挺有意思，有点出人意料。黑棋阿尔法狗觉得这棋的形状是要下在这个地方，这步棋挺有味道的，他觉得棋形要跳在这里啊，可能是这走的扎实一点，比起拆二它扎实一点的话，当白棋如果要选择加攻的时候，这个如果拆二的话，白棋这个靠有先手的意味。你不愿意被扳死，那么白棋有这一下靠的先手，加攻过来严厉程度就不一样。走在这儿呢，白棋这个是后手，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加攻，黑棋一旦虎之类的有子，马上要冲断白棋，所以他主动自跳一步，看看你的动向。你如果这么走，黑棋可能就这样两边都走到，
而你如果加工的话，黑棋这一带有先手，这个冲断白棋也受不了。我们看白棋，白棋尖冲在这里，这也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感觉。哎，你跳的这么小，我就尖冲。你走这个的话，白棋不可能去尖冲。尖冲，往上贴，长，这当然要飞出来。那么白棋靠，靠是出头的棋形啊，这很正常。靠这个，如果这样拐的话呢，等于送黑棋，帮黑棋补毛病，自己这个冲断的毛病马上就显出来了。靠在这儿，黑棋是断不了白棋的。贴完断的话，白棋刚好打了粘，从那条线走了。那么黑棋下一步依然是贴，白棋顶，黑棋顺个调子长出来，这地方黑棋是这样想，然后白棋粘上。那么我不太明白，黑棋如果单退的话，白棋也不可能拐这个，拐被黑棋一长，黑棋很舒服，白棋大致也会退。这挤一下黑棋是就当先手便宜了吗？这挤一下究竟是便宜了还是亏了？我的话我会单退让你退，然后我再补这个。但是实战黑棋的选择是贴完长出去，然后这个绝对是急错啊，这不能被白棋攻过来。走这个，走了这个之后冲断，就是很现实很严峻的问题了。白棋需要补，白的先飞一下，黑棋呢拐出，现在这个冲断很严峻，所以白棋补一手，靠在这里。靠在这儿，普通的感觉呢，靠一个也是先手嘛，这里有冲断，黑棋顶上，这是正常的想法。或者还有没有可能粘在这儿紧这两个子一口气啊？普通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这两步了。但是AlphaGo 的棋从来就不普通啊，他下一步下得很精彩，挖在这里，挖在这儿，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你当然不能粘了，如果你粘的话，黑棋等于已经先手把断点给补掉，先手把这个冲断给补掉，这多一个子，白棋冲不断。而你如果吃这个的话，那么我再打吃，这时候你如果提，哎，黑的又取得先手，又是先手不断。如果你不提，那么黑棋提掉，黑棋这个补的比什么都好，它等于一手棋补了，连眼位什么都做出来了。显然我们跟这个单顶的效果比一下，单顶完了你也可以再扣吃，那么白棋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它会粘着，一般来说可以看成黑棋扣吃一下白棋粘上，但是白棋不会去做打吃和提掉的交换，打吃和提掉的交换送了黑棋眼位了，应该是黑棋能提一个子呢总是稍稍便宜一些。所以当白棋靠的时候，黑棋挖，这是很细腻的一个地方啊，黑棋展示了一个小小的手筋。那么遇到这个挖的话，我们如果想法简单一点普通一点啊，那好吧，你挖一个好棋，那我打吃一个，你便宜一点便宜一点我也就认了啊，简单的想法呢也就是这样，然后白棋该走什么走什么。但是哎，这白棋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你挖一个要求要便宜我一点，那你便宜了一点说不定你这个胜率就上升两个百分点，那我也不干，白棋靠在这儿，
那白棋也反问一下黑棋的应手啊，靠在这儿呢，这地方有个断是很明显。黑的如果退回去啊，那白棋趁着这个时机靠一下，你如果往回退，我就吃一个算了。等你顶吃的时候啊，那么白棋不管这跳一跳也好，这靠一下是明显便宜了。这个将来再靠黑棋绝对不会退这个，总是要反击的。靠一个问黑棋的应手，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黑棋要现在要冲这个也不太可能啊，冲这个的话白棋断打完粘上，这黑棋自己的形状太破了啊，这里有断，这各种冲断，各种毛病。黑的力的话白棋就扳脚活啊，这个冲断黑棋受不了。所以就是黑棋怎么在这边硬的问题，肯不肯退一个让白棋便宜。如果你往前长的话，白的这个等于是先手，因为他这一段你不可能给我吃两颗子，吃两颗子白棋就厚了。如果你这就出问题了，这有断吃这一拐把你给吃掉，所以黑棋不能长。白棋靠在这儿，黑的呢不肯退让，搬这个搬，这时候白棋当然靠的后续手段就是断。我们刚才说了黑棋不能吃二路，这是不入子，吃二路的话两子被吃了，白棋就变厚了。那么黑头同样也不能吃这个，吃这个被一立，这要断打啊，这要拐，这个黑棋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现在黑棋这三个不能死，如果你挡的话被白棋这个一通纠缠，这总是被白棋顺掉出来，黑棋这块有麻烦。或者在这样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单扳也已经足够了，你得补的话白子又再挡下去，这样白的也已经很好了。不能打这个也不能打这个，黑棋选择的是暴打，把这个子暴死。那么白棋一立，白的立，黑的如果挡呢，白棋扳先手粘先手，等于白的先手就把这毛病给补掉。扳先手粘先手之后，这边轮白棋动手，白的总是比较主动，而且脚上扳到一下，脚上的目数和眼位，特别是眼位相差很大。黑棋扳，黑棋这个也扳过来了，抱死然后扳进去，黑棋下的是非常的强。这局部黑棋已经就是说最大限度的把白棋吃进来了，局部对杀的白棋慢一气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白的横顶，白的实际上这个粘是先手，那么这个断点实际上白棋已经是补掉了，但是呢由于这个地方顶过来目数也不小，而且最关键是关系到双方眼位问题，所以白棋顶了冲下来，把这两子吃下来还是很厚的，白棋很厚的活了。黑棋跳出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局面。这地方究竟谁便宜了，这实在是判断不出来啊。但是就黑棋这一挖，白棋这一靠，这种招法啊，我们还是可以欣赏一下的。虽然判断不清谁好谁坏，这只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欣赏一下。白的这三个很薄，所以尖冲。这地方他走得很老实啊，
尖冲对于大飞脚来说是挺损的，但是白棋呢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补好。要是我们人类下棋肯不肯这样下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拆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边相对宽广，黑的如果在脚上走，那被白棋占到宽的一边。黑棋拆这边呢，将来他扩张这块的时候，等于还瞄着白棋这块，还不安定，不是完全的安定。白棋搬，黑的断，使出一个断的手劲。这个地方普通的下法呢是这样，一个是搬，一个是退。如果退的话，白棋大致要爬，退完再搬呢，白棋这时候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简单的断完立一个，另外一种呢是单立。单立的话，它强调黑棋如果长的话，我这棋断在这儿不如夹在这儿味道好。断呢产生小尖之类的各种借用，夹干净啊，没毛病。所以单立也是一种棋形，你如果粘上的话搬，这个子我就清了，让你吃这个子也没什么了不起。白棋有这样的变化，而搬下来呢，白棋断完，普通的下法同样是爬一下立下，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，就是说白棋粘在这儿，这个子在得远的话白棋是可以粘这个的，但在这儿白棋有没有粘这个的可能性。粘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爬的话，这个子我吃掉了，效率非常高。你爬，那么白棋搬，粘上，黑的如果退的话，白棋弯先手，这一跳黑棋应该是跑不掉，这两个子跑不掉。但是黑棋如果硬在里边，这变化稍微有点复杂，白棋可能顶出来。黑棋会不会担心白棋粘在这儿啊？也就是说黑棋这地方通常的棋形是要么长要么搬，但是各有担心。搬这个的话有白棋打了粘在这儿的可能性，长这个的话呢，白棋爬完之后不断，它可能单立。所以黑棋这时候选择了他使出一断，断呢反正你争不掉我，你争我是要逃的，被我逃了你这个争吃没什么好处。那么白棋顶吃，黑棋长，白的爬一下这是正常的，黑棋长，白棋这时候也只有吃掉，没有别的选择。那黑棋基本上就等于下成了一个这样的棋形，只是脚上断一下可能会有一点点亏损，但实际上应该是差不多，断一个也不见得亏。好，黑棋这一断也是学了一招啊，黑棋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这棋还是可以断的。然后扩张过来，你不能让我围棋这么大一片来，你要进来的话黑棋还要瞄着攻白棋这一块，白棋当然要进来杀进来。下一步棋又很漂亮啊，照在这儿，它不是这么贴贴，白棋就顺着走很舒服，爬的话白棋也顺着走，这破掉你这块，照在这里啊，他利用这边打吃了之后有贴啊各种各样的先手味道，照在这儿，同时也照顾了这三颗子，很漂亮的一步棋，华丽的一照。白棋拆二，
加强这个子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黑棋照过来进攻，白的拐，黑棋当然要分段白棋，白长，这都是棋心的要点啊。黑的补上，白的再长一下，黑棋拐，白的那虎，虎是先手啊，这一飞就把黑棋给吃了，黑棋当然要补一个。那么白棋虎到一下呢，这块的眼型就比较丰富了，再一贴基本上这块就处理好了。黑的再封锁，白棋再跟着走，这眼型也够活棋了。黑的长，把白棋封在里面，而白的呢挡这个。那么走了这一圈之后，应该说白棋两块棋基本上都处理好了啊，这块下边有眼位，你也不可能点进来杀我。这边挡了这个之后，这块呢这有立下来，这有最低限度有搬过来吧，两块棋都处理好了啊。白棋在这一带两块孤棋的处理当中还是感觉蛮成功的，黑的没觉得黑棋攻到什么东西。黑棋转到下边最宽广的地方，棋往宽处走，小飞狠狠的点进脚上来要控。确实这棋黑棋时控上得抓紧，如果是在什么边上这么松松的拆一拆，被白棋把脚拿掉的话呢，黑的全盘确实控应该是不太足。点，白棋这两个也不是白死啊，他有这一带有先手借用，先手便宜一下，这不能被加过，所以黑棋尖。尖了之后呢，白棋将来收目脚上力还是先手，可以收点气。这拆了一下，先手便宜之后搬下来，这时候选择搬下来是对的啊。如果拐的话，走完了之后这地方可能还得走，不走还要被黑棋继续搜刮，那有点委屈，所以搬下来，啪，黑棋飞一个活脚。白的这时候呢，如果挡的话，黑棋恐怕直接就把白棋给冲断了，这个白棋相当危险，这还有断点，这块有点危险。如果贴呢，黑的爬，你如果在这再走，黑子先手一挤，白棋要落后手，所以白棋索性脱线搬起来，黑的冲，冲断的，冲断。那么白棋这两个当然是只能弃掉，白棋外边打，再压，黑棋最大限度的把白棋这两个子吃掉，扳吃，白的断打。从这里逃出来是没什么意义的啊，就算你能逃，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黑棋就把这里联络，让白棋从这一线出来的话，这块白棋要被攻了。所
所以逃，即使能逃也不值得。那白棋下一步先滚包一下，下一手白棋是夹在这儿，夹在这儿，哎，黑的不能随便虎。本来白棋加黑棋肯定是要虎的，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子，黑的反倒不能乱走了。你现在走这个的话，白棋打出来就来劲。这等会儿又这么一打吃，这黑棋这个子就被提起来了。所以白棋加是守进，如果你 不太可能这么走，这么走我再打啊，等于加到一下，这边又打到一下，所以这种地方要注意，不要随手，不要去啊贪生怕死的从这儿打出来委屈的求活，也不要这样去俗手打吃，加这个单加，这是一个漂亮的手进。白棋黑棋呢挺头，挺头是要点啊，补了这个打出来的毛病，同时对这块施加一定的压力。白棋长，长了之后呢，它产生一个这个跑的手段，跑完接住再断打，把黑棋给吃了。所以呢，黑棋提一个，把这毛病给补掉。白棋这走两个子的用处呢，在于它拐出来。拐出来要进攻黑棋这块啊，这里虽然白棋不走也是活棋，但是毕竟将来肯定会被黑棋目数上会被黑棋搜刮一些啊，如果能拐了出头，那么白棋还是有所收获的。挡挖，粘上之后呢，断打，这个黑棋不能被断，当然是要往回连。白棋的收获就是提一个子出来了，出来了之后，这边黑棋还有被靠断的可能性啊，存在被靠断的可能性。白棋把自己给下后了，从目数上来说，白棋把那块下后也还是有价值的。而且还给黑棋留下一些保卫，这里靠断之类的，黑棋多多少少还得防着点。好，那么白棋把这个提了，黑的搬。黑棋现在把白棋这边封进去之后，搬这个啊，搬这个，下一步他的后续手段呢是接这个，这一接白棋麻烦了，这要冲这要渡，白棋肯定要死，这几个字要死了，所以得硬，搬一个硬一手。那么黑棋这个如果不走的话，白棋立是先手。也就是说搬一个白棋，如果印在这边，那等于是一个双先官子被黑棋走掉。印在这边的话，黑棋这个毕竟是先手收了一个大官子，也还是目数上有所收获。飞，这几个子是黑棋全局最薄的地方，所以补一补。但是呢，走一步也没走好，白棋穿出来，还是要杀黑棋这两个。当然，黑棋这地方也不太总不情愿这样单关连回来，单关连也很难受。这一带大的地方又被白棋占了，占了这之后攻着这块，这还瞄着要靠断，这黑棋也不好处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黑的还是有点薄。
这一带抢了不少空，但是呢鳍变薄了，掰的穿出来，用的贴。拆在这儿是双方一个攻防的要点了。如果被白棋拆过来的话，那白棋加强了，黑棋这几个还面临被攻的威胁，这个是要点。但是呢这被白的一顶，这两个进去了，这俩基本上逃不掉，白的中府提花那么厚，再往外逃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一块白棋一下子增加了这么一大块，这也就是黑棋这棋薄的它所付出的代价。好，那么白棋顶了这个之后啊，等于从实力上来说，白棋把黑棋右边两个子吃进来之后呢，白棋应该说又重新取得了实地上的领先。那么接下来白的还有一块不那么安定的棋，黑棋能否通过进攻白棋有挽回局势呢？我们先还是看实战的进程。我们说的黑白棋这块是它的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没活干净，黑棋能不能通过进攻这块再把实地上这个有所收获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看白棋尖顶，黑的戟粘上，黑棋这两个反正活不了，索性贴掉，白的再长。黑的呢长起来，这棋如果不长的话，确实也找不到其他进攻白棋的点啊。如果你走这里，那白的应该是比如说这样跳一跳，白棋应该可以活得比较轻松了。这中间这小方块这眼已经搭出来了，那么所以如果不长他攻不到白棋，长是进攻的要点。那么白棋横顶，同样白棋横顶是防守的要点，这棋如果俗贴，这种俗手下一步搞不好就把自己这块给吓死，走完之后没有后续手段，这再被黑棋一刺的话一个眼都没有。白的横顶，所以棋形的要点和俗手的差别是巨大的。白的横顶，黑棋如果要逃这两个子，那白棋一扳，这几个子白棋可以弃掉的啊，扳本身很有价值，这一扳局部已经是活棋了，局部白棋一倒虎就是进火，黑棋要吃这几个子的话，还可能还不如立这个的价值大。那么黑的如果不尖的话，白棋这一跳就把黑棋这两个字罩进来了。好，白棋横顶，黑棋长，长的意思是不让白棋活，不让你搬这个。那白棋跳在这儿，如果往这跳眼形依然不够，它跳在这儿，黑棋同样逃不出去，冲一下，以防白棋贴在这里做眼。这一贴是先手，这要虎，那么白的很显然已经活了，冲一个先手破眼，然后尖在这里，尖在这儿，这个局部的死活呢是这样的，白的如果冲的话，黑棋扳下边破眼，白的这是做不活的局部啊，白棋局部是这样啊，白棋局部可以顶这个，
说的有点是口误了啊。白棋顶这个的话是做成一个双活了，做成双活，那么黑棋等于搜刮了一圈，让白棋这边没有目数啊，让白棋这块没有目数，同时占了一些官子的便宜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再拐跟白棋收官，黑棋尖这个，白棋呢不肯这样委屈的一目没有的做活，被黑棋顺手一扳粘，这已经是巨大的官子便宜了。白棋不肯委屈的做活，白棋想活的，希望能够活的舒服一点，好一点。先打吃一下，然后再往外贴。那么黑棋打吃，断开白棋从这边联络的路，同时呢，实际上也是在加强自己，否则的话，这个靠断依然是存在的。所以，攻守兼备这一打吃。白棋挤，挤一手，挤。黑棋如果断打的话呢，白棋应该是这样挖打，挤一个，他挖打完再打。这个打吃是先手，所以顶断黑棋实际上也是先手。不管顶断或者扳断，总之断开黑棋是一个先手，扳断好一点。黑棋得往外往回连，好了，那么我们看到黑棋自己还被卷进来，好，黑棋似乎有一定麻烦的样子。挤在这儿，黑的呢下边扳一下粘上，白棋再冲，黑棋接住。好，我们刚才说了白棋顶在这儿局部是双活，但是双活的话白棋就等于被搜刮的一目都没有，整块棋一目都没有。白棋希望，哎，我吃住这里，吃住你这两个子，然后我还要往外逃，这样的话我能活出目数来啊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目，白棋希望在这儿能存出八目棋来。如果白棋逃出去的话，这里有八目棋，黑的照，靠，靠断。这个手段始终是存在的，一起冲，拐回去是必然的。好，那么这时候白棋粘呢被黑棋提，没有意义啊。白棋选择的是粘这个，粘这个。粘这个完了之后，白棋常在这儿活的话，这里就等于八目加一目九目棋，白棋就把目数拿住了。但是你不可能打这个，打这个的话白棋随意了，这粘上也行，粘这个或者冲这个，怎么白棋都能连上。反而黑棋是，黑棋能不能都连上就是个问题。所以白棋冷静一战。好，粘到这儿呢，白棋宣告这块棋活得很成功，不止活了，目数还挺大的。黑的一看没法再攻了，再攻继续不下去了。好，冷静的拐回来收目，白棋一长，这块彻底安全了。
白的这块长完安全了之后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白的要是把这个接上，把这个接上，然后再把黑棋分断的话，整块黑棋是被卷进去了，所以黑的需要补棋。那么白棋尝到这个宣告制孤成功之后，那应该说这局势也是白棋有利，黑棋补棋补在这里。如果提回去的话呢，当然最安全，但是补在这儿呢，对白棋这块空有点压力，将来跳一跳能破白棋一点空吧。白的点追究黑棋形状的弱点，点在这里。黑的如果尖的话，这虽然打吃先手，我们看一下，但如果松着气，白棋一路一小尖就度过了，粘被断了，挤的话被白棋后面吃，所以黑棋是靠住。白搬冲叫吃打，然后粘上。白棋这一串并不是送进去，即使黑棋打吃先手，我们可以看到白的横顶，然后再弯先手，再一坐。白棋要想活棋的话，横顶弯弯先手再一坐眼，他就能做出两个眼来。所以白棋点进去他并没有死，要是点进去送死的话，他就不是阿尔法围棋了。但是白棋呢现在也没有去做活这个，去做活这个的话，做活白棋判断不如走这个，因为你去做活，我们就简单摆一下刚才那个。做活了之后黑棋贴在这儿的话呢，贴在这儿的话白棋又有难受的地方啊，就算挤先手这里也不是眼，黑棋还是可以把这个铺掉的。那么白棋如果要走一个这个，落个后手，这边被黑棋钻进来，那白棋就做活这个就有点不值得了。如果不落这个后手，被黑的一挖的话呢，这块又变回没有目的状态。那这辛辛苦苦半天做活一块，这被一挖一下九目齐没了，那白棋就白辛苦。所以呢白棋横冲一下，黑的这时候如果冲了，白棋顺手一长，哎，这边的空围得很舒服。黑棋立下，防止白棋那个做活的手段。那白棋粘上，黑的提，白的那一靠，白棋靠住，把这块围住，黑棋搬。好，这时候白棋下一手棋，下一手白的下得非常紧凑，它不是什么简单的退一退，而是冲在这儿。白棋这一单冲好棋，单冲等于把黑棋往那边的归路断了。黑棋要是想要安全的话，黑棋得冲这个联络，那白棋顺手一粘，黑的这样确实彻底安全了，但是这个还要被断掉，断了之后这还有一打，打完还有扑劫啊，黑的要想彻底安全还得在这单关补，那么一串单关走完之后，这边再被白棋收关的话，黑棋已经大败了。所以这一冲非常犀利，非常狠毒。黑的冲过来等于自认失败，所以呢拼了，挖进去拼了。那白棋当然站上断他归路，靠
这一贴过来眼型丰富，所以白棋拐这个。之后呢，黑棋挡住，挡住呢并没有都连上，这显然是有冲断的。但是白棋也不忙着冲断，白棋先打吃，打吃问黑棋要不要粘。你如果粘的话呢，这白棋好像，总之黑棋是麻烦比较大，各种问题比较多一些。这个这里一段的话，这有扑劫，这里有跑，这里也可以冲断，白棋应该是怎么走都怎么走都很好办的感觉啊，哪怕打到一下白棋总好的。好，白棋打吃，打吃的时候黑棋就愤怒的啊，白棋这个刚才有一个简明一点的，白棋就这么走叫吃，然后提掉。提掉之后冲断杀黑棋应该也可以，不过白的就把这个收住，让黑棋连回，再把这个目数收掉，白棋应该也是胜势，没有问题。黑棋现在拼在这儿，贴在这里，白棋冷静的长一步，黑子拐进来，拐进来，好吧，这个是拼的最猛的下法，白棋呢，沉稳的把这两颗子踢掉，确保自己绝对是安全的，眼位绝对是够的，从现在这一系列的招法，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这形势是怎么回事了，黑棋已经明显不够了，在这。在这里跟白棋一同死拼，黑的现在依然不能粘，粘的话白棋断这个，这要扑你，你再粘这又被断。白棋次序下的好一点，先扑，再打，这个断和这个提，白棋必居其一。好，那么黑棋长，白的连这个提白棋都不提。白的把这个粘上，因为这棋黑棋白棋不提，黑棋也粘不回去，这个断完了之后，这两个点还是 AB 两点必得其一，黑棋一手是连不上，所以黑棋这串大龙的状态是白棋是无忧解，而黑棋是两手解，黑的需要连走两手才可以把大龙连回去。下到现在黑棋要想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是呢，但是这盘棋阿尔法黑，阿尔法黑棋的阿尔法够异常的顽强，还在继续拼搏。尝一下白棋粘上之后呢，吃，把这个吃掉，白棋硬的呢，厚的不能再厚，把这个吃，非常厚实的补一手，补一手，黑棋粘上，制造一点劫材，制造劫材，白棋踢劫，黑的冲，挡住，踢回来。挤一个是很好很舒服的劫材，为什么这地方我们可以看成这样，白棋打吃是先手，本来呢黑棋多多少少有挖了再打进来跟白棋打劫的可能性，这挤一下当劫材，黑棋必须得补，因为白棋这样打吃再打吃再打吃，把黑棋吃掉，所以黑棋必须得补，补在这里。那么补在这儿之后，
不在这之后，这个劫就成为一种这样的状态。白棋打出这个是先手的话，黑棋如果要想开这个劫，白的提过去，下一手一提，皆是先手。下一手一提，再一提，就把黑棋这一片整片全部提起来了啊。而现在这盘棋这样的局面，很显然白棋各处都非常厚了，黑棋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劫才来跟白棋开这个劫。黑棋失去了挖完打吃开这个劫的后路的话呢，那这块棋这个两手劫，黑棋要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才能连回去。所以白棋挤在这儿找劫找得非常好。找完之后提回去，那么黑棋断，白棋反正能硬的劫都硬上啊，也不需要判断大小，都硬上。你这反正是两手劫，一手连不回去。这个断也吃不消，所以得接上提。爬，当然目数的角度，从目数的角度，白棋当然如果要硬的话是顶上的，如果要硬是顶住。其实不硬呢也可以，不硬白棋把这个提掉，黑棋粘的话，白棋打吃是先手，这里并挖是挖不断的，白的再把这个爬回来就可以了。但是白棋现在也无所谓目数了，顶住的话黑棋冲再粘上多两个劫材，白棋牢牢的提掉，顶的话这里有一个目数上来说白棋多一个立下，经济独立，但是白的就老老实实提。阿尔法围棋在胜定的情况下啊，他在有些时候有些局面他会有一定的退让啊，并不见得每一步都下最狠的。一起提回去。但是毕竟阿尔法黑还在继续奋力拼搏，所以呢这么高的高手还在拼呢，我们当然这棋还是要继续往下看下去。断啊，这一段这个很显然要断这个，所以黑棋必须提掉这个，白棋提回来。断打，提掉，提回去。这地方很奇怪啊，白棋也没有办法连环劫吃杀黑棋。白的如果扑的话，黑棋提，你提这个，他提那个啊，这不是连环劫，你还是得找劫提这个劫。所以看着眼睛有点花，但是呢，这又变成这白棋如果这样下，两手劫变一手劫了，这个就不妙了。黑棋找个劫提了就可以粘上，那我们还原到这个样子，白棋挤，黑棋提掉，白棋提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提，黑的反提过来，就说白棋挖，你粘的还没粘回去，这还有扑，这一立下去的话，黑棋恐怕空已经不够了。你打吃，白的提回去，打，白的接上。
黑的踢回来，这时候白棋搬这个，搬这个的时候黑棋实在是看不能再硬下去了，所以把这个线粘上，白棋踢掉打吃接住，好，这时候才进入到真正的打劫啊，这是一手劫了。白的打吃，黑的接住，踢，让他搬。白的弯，踢掉，冲，挡，踢回来，接住。这一段再一挡，白的死了，所以呢，粘上。打吃，挖，踢回去。好，走到这儿呢，白棋下一个劫，黑棋这里呢还有几个劫材。白棋没有继续跟黑棋结争，而是吃掉这个，这局势应该是完全在白棋的掌控之中。吃掉这个，黑的如果粘上了，白棋继续收官，这棋黑棋是不够。那么下一步有意思了，黑棋竟然拼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搬在这儿。这个要是按人类棋手的看法，这就是在搅局啊，瞎搅。阿尔法老师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是非常能拼搏。搬，这也挺受不了。踢回去，打吃，踢回来，扑一下，挡。白棋稳稳的硬顶，踢回去，断，吃掉，实际上这个劫呢，把白棋即使打得让黑棋连回去了，白棋只要收一点大关，收一点关子啊，黑棋的控也是不够的。好，那么实际上最后黑棋这个强行拼搏呢，最终的这些部署跟胜负应该是没有关系。这盘棋最终白棋获得了胜利，战斗的过程确实非常精彩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